恭喜曬 AK， 今次咧第一次拍電影做埋男主角喎，你心情係點啊？我心情好開心啦，亦都好緊張啦，因為第一次擔正成套戲，咁就好開心遇到一個好愉快嘅團隊，大家都好叻係咪啊？嗯，同AK哥哥合作開唔開心啊？梗係開心啦！咁如果可以同曬十二個 Mira 嘅哥哥就拍，就更加開心啦！依家集咗幾多個油啊？而家暫時好似剩翻四個嘅，就係、是、Tiger 哥哥啦、Elton 哥哥啦，之後 Jer 哥哥同埋 Jeremy 哥哥嘅，就未見過。經理喺嗰邊，你自己大聲啲講一間。咁十二個入邊係咪最中意 AK 哥哥啊？而家係啊 ，AK 哥哥係AK 哥哥，梗係最好噶啦！你看我多開心，兩個小朋友懂得講嘢。你逼我的是不是啊？喂，我不講的嘛，我哋。對比姜濤哥哥，咁 AK 哥哥梗係好好多啦。喂，比較㗎，我哋。點解咧？姜濤哥哥成復我機㗎。AK 哥哥復得好快。唔係你要知道姜濤都唔復我機嘅，係好正常嘅。至少可能你都會復我機咧，係咪做咗生粉啊？已經係啊， okay. 生粉。嗱，我唔想嗱，你下一次有其他嘅訪問，我唔要見到你答其他人㗎。好。邊喺我隔離咪得咯？有一場咯。有一場。有一場我哋係一齊會一齊演嘅，但係今次真係同場一齊演嘅機會係少啲嘅。少啲。但係佢拍嘅場合其實大部分我都喺度，有時候我都有睇住佢做。其實佢真係好叻，因為佢你記唔記得你第一日開工我哋見嘅時候咧，係你主動話喂 AK 哥哥啊，我哋對下一間啲對白喎咁樣。即係佢一個呢個年紀嘅小朋友嚟拍嘢，可能好多都會係嚟玩一下當玩咁樣。但係佢唔係啊，佢真係知道佢係要嚟做嘢，佢做足功課。咁佢係真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小朋友。多謝。你好細心要點埋你粒物。佢就話佢點完粒物之後，我就係點完嗰粒物啦。咁我記得嗰晚係肯定有落妝，突然之間呢度多咗粒物喎。係同佢一樣位置喎，但係冇佢咁深嘅。可能大下就深啲㗎啦嘛。呢度本身有粒，呢度有粒痣做咗兩晚。中意。等一下，好。係。中意。李哥，呢條問題李哥。中意有。中意，如果好似 AK 哥哥咁靚仔就好啦。哇！我細個都冇你咁靚仔。又細個又冇你咁多嘢拍。咁咪好咯，細個唔靚仔，只要大個靚仔就得啦。但係我而家。得啦，我哋唔好再互笠高帽啦，得啦。OK， 咁拍驚慄電影驚唔驚啊？其實拍嗰陣時唔係好驚，但係睇翻出嚟嗰陣時係超驚嘅咯。OK， 咁 AK 哥哥咧驚唔驚啊？拍嘅時候？拍嘅時候係唔驚，因為拍嘅時候其實真係好多人喺度。反而有啲場口，我想自己驚啲嘅時候，因為我哋個場景係搭出嚟咁嘅工廈度，咁又有個 lift 啦，咁個 lift 閂曬門嘅時候咧就會全黑。咁我有時有啲位就要入去自己 feel 一 feel 個驚，我先再出去拍咯。咁今次 AK 係同好多前輩合作啦，你自己有冇喺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？有啊，因為今次我喺佢哋身上學得到多啲，除咗喺一齊做嘢拍緊嘅時候，另外一方面就係同你傾偈嘅時候，因為嗰個工廈咧個上網就收得比較差啦。咁我哋最大嘅娛樂就係大家一齊傾偈，圍埋一齊。咁啊同我哋傾偈嘅時候，聽到譬如百靈姐姐又好，太保哥或者含冰姐姐都，佢哋好多以前做佢哋做嘢經驗啊故事會分享俾我哋聽。咁其實聽嗰啲故事都好多嘢學。係。咁拍嘅時候喺工廈會唔會好辛苦呢？其實辛唔辛苦啊？嗰、那個工廈其實係一個廠景嚟嘅，咁其實係冇冷氣㗎，佢只係可能有啲風扇啊、風扇仔嗰啲咯。但係你係咪仲要做功課啊？嗰陣時？係㗎，係啊。嗰陣時咧，阿 Sean 係呢頭拍完一啲好情緒、好激動嘅戲啦，咁啊喊完啦，轉個頭可能抹乾眼淚之後，就擰埋喺另一邊度，我要做功課啦，跟住要交。係咪第一個得做童星都幾辛苦啊？其實都算辛苦嘅，因為個景又好熱咧。咁阿 Sean 咩啊？多唔多嘢食？因為多影換嘅嘛，你係咪瘦位？肥咗啦。都多嘢食啊！啲嘢都好好味，多謝。我啱啱美國翻嚟啊，可能喺美國就曬得多、出得多汗，同埋食嘢食少咗嘅最近，所以就瘦咗啲。我冇刻意減肥嘅，真係最近唔知道食嘢食少咗，瘦咗啲。所以啲啲。唔使擔心，身體仲係健康嘅，耶、yeah. ！
咁阿 Sean 會唔會繼續好似 AK 哥哥咁啊，做下可能唱下歌啊，或者繼續拍戲啊咁樣？好啊，其實我都好，我想跳舞嘅，我想自己試下學跳舞啦。咁唱歌就有啲難聽嘅，咁都可以試下。咁希望演技會更加進步咯。好啦。聽講話有一幕你跳飲毒酒嗰幕咧，你俾阿白姨姨嚇親喎，真係。係啊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幕咁白靈姨白靈姨白靈媽媽啦，咁就逼我飲毒酒，咁我好驚啦，咁我又喐唔到，咁嗰場又要喊，咁我睇翻 playback 其實真係白靈姐姐又做戲真係做得好好，咁我又真係好驚，咁睇翻 playback 嗰陣時就喊咗出嚟，好彩 AK 哥哥啦同埋阿 Manny 監製姐姐就即刻跪落嚟即刻安慰我。其實是被白靈姐姐的戲嚇親的。我自己看的時候又沒有很害怕，因為我分了神去看看其他的、自己可能有沒有做得不好的位置、啊、或者可能那時候在紐約看的時候就看看其他觀眾有什麼反應、啊、所以就接下來會再看的時候就我會就是、我覺得未必自己未必很害怕，因為知道太多了已經。有沒有什麼靈異的奇怪怪的東西、啊、是的拍的時候、啊、導演說好像有四隻東西在那裡的嘛。是啊，他說好像拍之前就揾啲師傅去上去睇下咩事先啦，嗰個工下，咁又好似話發現到有幾位朋友仔喺度嘅，咁就好彩佢哋嗰時係冇話俾我哋聽嘅，我哋都係啱啱最近，係我哋最近做訪問嘅時候，導演先同我哋講。就係你感受唔到。我感受唔到喎。咁小朋友驚唔驚下次再拍呢啲戲，或者媽咪驚唔驚？其實本身有一次啦，咁有一個姐姐就問我拍唔拍鬼片，咁當時仲細個就直接拒絕咗啦，咁過多幾個月喎。咁就有一個姐姐，又唔同嘅姐姐啦，就又問我拍唔拍鬼片啦。咁之後我就覺得自己大個咗啦，幾個月啫喎，試下咁就可以挑戰一下，咁就接咗啦。之後就 casting 咗第一次，咁導演都好中意我，就 second casting， 之後就中咗阿 AK 哥哥童年嘅角色咯。我看不到，因為、另外那幾位開的時候我在美國，剛剛 Eden 開的時候我這幾天都在開打天下，我都看不到，但我有跟他們說一聲 good show 的。那你即完了四個之後，我就下年就到你了嘛、嗯、你會是即可能可以長時間籌備、其實個腦裡面一直都開始有些不同的小構思在腦裡出現、開始慢慢完成這段時間打天下的事情和首映的事情，我都其實都開始要跟 Terry 去佢哋去傾下嘅，可能嘉賓方面係咪有心水啦？因為佢啲兄弟好勁嗰啲嘉賓。好難揀啊！有冇壓力啊？真係睇佢哋嘉賓之後。今日唔係佢哋來個壓力，又唔係來自佢哋，來自太多朋友想請啊！真係，所以就呢、這個都係一個苦惱嘅環節。有借呢個機會追星啊！即係佢哋大家都請曬。哦，即係請兩個立度嗰啲。係啊！想㗎，想請 Johnny Depp 啊，兩個立度啊，Adele 呢啲都Maroon 5如果唔介意都想去揾佢哋做嘉賓㗎。咁頒獎禮咧？即係之前又玩出又玩嘅，好，你自己嗰個收到個消息係點啊？好啦，我一次過回覆大家啦。大家咧嗰陣時就太過魯莽啦，你應該問個膊頭有花，問副隊長噶嘛呢啲嘢係咪先？點會問 Frankie 咧？嗱，件事就係咁樣嘅，我哋係好想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非常之想出席頒獎禮啦。公司亦都依家協商緊個 schedule 究竟點做，因為我哋嗰陣時應該要排演唱會，但係就依家仲係度緊個期，睇下我哋點樣可以就到又排得到演唱會，又可以去到頒獎禮。即係而家都係兩樣嘢。依家要公司安排緊，睇下得唔得？因為我哋有啲嘢已經公司都未能夠好100%確定揀唔揀決到。你自己都想？梗係想啦，因為始終都係每年一次嘅盛事。咁我哋又可以嗰年即係嗰個頒獎禮度可以見到唔同嘅歌手，傾下啊，大家今年做咗啲乜嘢啊？或者嚟緊有冇啲咩大家想一齊玩啊？咁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gathering 每年嘅。咁至於鋪頭方面啦，即係之前都要即係日串燒街就。我覺得我又冇乜好失望嘅，我覺得都係一個過程咁啊同埋我呢餐廳嘅嘢都係俾曬哥哥去解決，咁就哥哥佢 OK 就 OK 咯。即係而家剩翻係拉麵店，係啊，同埋自己牌子。咁有冇即係了解即係阿皮皮啊、張如行啊、張武嗰幾間都有？我有知啲，但我又唔係知得好深入，所以我唔係答咁多。係，但有冇一間係你？其實他們那邊家家我都沒份量，家家
擔唔擔心佢哋？即係擔心佢哋經濟，因為又要貼街。我擔心咗我自己先啦，我自己都未搞得掂啦，點擔心到人啫？唔該曬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唔該曬。好，謝謝曼曼。唔該曬。